欣賞完 John Cage 美妙的音樂之後咧，我哋之後就會聽蕭邦的敘事曲嘅。咁如果相信大家嚟過幾次的朋友都聽過幾次敘事曲噶啦，每一次都是吹咗上彈嘅。咁佢今次彈的咧就會係蕭邦的第四首敘事曲啦。咁根據舒曼的講法咧，呢首歌咧就係 inspire 自一個由三兄弟去尋寶的故事嘅。咁雖然其實好多人聽咗之後都唔會聽得出係三兄弟尋寶嘅，但係咁其實呢首但知道嘅咧就呢首歌裏邊有好多嘅 counterpoint， 即係對位化，即係話咧有好多兩個或以上唔同嘅聲部同時吹同時演奏緊佢自己嘅旋律而擺埋一齊嘅，而呢啲對位化咧喺前期嘅敘事曲就比較少，所以呢首歌咧就會見到蕭邦嘅即係作曲嘅進化等等啦。咁就大家睇下之後聽唔聽到啦。我哋今日仲有 Andrew 表演敘事